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奥特曼，欢迎回来《烟雨牺牲》啊，《烟雾与牺牲》啊，这款游戏。那这款游戏呢，个人老头呢会一直想要继续玩，把它玩到结束啊，因为觉得还蛮有趣的。反正我们上一集啊，就好像已经到了那个这个算是异世界的地方吧。那我们为了要救我们的儿子，所以来到这个地方，但是他们说我们不该来这里啊。然后我们做了这个手提灯，呵呵。那接下来要做什么呢？好，我们看下去啊。哦，就是你啊，古之祭司马杜克。我不是来这里保护你，免受你的愚蠢行为害啊，愚蠢行为伤害的。哦，这个翻译有点鸡翻，这有点难念啊。制造自己的棍棒，好哦，仅次可以从沼泽出没的宰猪那获取。宰猪，我记得我有啊，我记得我有，可以直接做吧？哎、欸，不行，哎、欸，不对，可以啊，可以直接做了。哇哦，感觉很屌哦！我做出来了，大哥，我做出来了，很好，至少你制造武器是个开始。你是否遇到困扰？此地方的烟雾幽灵，我的研究表明，阴郁者。曾经有办法赶走他们，我相信配方就在新翠荒地里面，哦的某个地方。这什么东西啊？糖蜜纸、黑色粉末，我莫名其妙有了。骨头要怎么拿？你可能需要这些套件来拓印配方石。我来给他看我的熊熊，你看，这是我儿子的熊熊。你在野人沼泽那找你儿子吗？这样的尝试是徒劳的。你放弃了你的儿子，这就是作为一个虔诚的母亲应该做的啊！虔诚，为什么现在要去找他呢？你将必须越过荒地，而你的地图将会显示。哎呦，毛皮套装，这个毛皮靴可以让你横渡冰原，不然你很快就会死亡。我们可以先做这个，呀、yeah, ，哇，直接穿上去啊，这么丢，这是个问号。它这个分支线跟主线吗？好像并没有的样子，就一贯的就是往下这样子。哎、欸，我们是不是快要没有？我们那个灯是不是快没能量了、啊？好像是哎、欸，要怎么补充？修复？哦，原来是这样修复啊，怕怕的。哦哦，他们是强化过是不是？我都拿这个攻击还蛮高的哎、欸，可恶！啊，一打一弹刀，哇，这下面哦，原来是这边的冰天雪地啊！我的天啊，搞错方向了。这些刻字磨损的太严重，没办法看得清楚。配方石，哎、欸，这可以打吗？我想打这个，这个是抓的还是打的、啊？这是直接抓的，不是打的。我觉得这把是我的最爱好了。然后这个也是我的最爱。有没有那种快速把它拎出来的、啊？没办法快速拎出来，只能这样子装备啊。其实有点小麻烦。耶、yeah, ！我抓到一个萤火虫，这种地方居然会有萤火虫！哎、欸、哎，小喵哥，哦，有啦，可以啦，可以这样做切换了，不错啊！你给我出来哦！哇，为什么嘞？为什么我被炸了？哇，我刚被炸了、欸，天哪！这是什么？冰蘑菇，水哦！哦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了。哎，我觉得这个是要把那个会钻在地洞里面那个像兔子的那个生物啊，把它给炸出来才对哦。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，感觉是啦。凶哦！哇，这什么攻击？让人冻伤的攻击，
干，我以为我要死掉了。看为什么？我死！这游戏也太磕巴了吧！哎，我们快到了，是不是这里？好像是哦。哎，野人的沼泽找到了，太棒了！希望这边有个存档点啊，拜托，给个存档点吧！哇哇哇哇哇！这个是怎样啊？这个猪，哇，我中毒啦！完了，我中毒了，我中毒了，我要怎么办？有没有解药？恢复健康，来喝一下，然后修复一下。怎么这边没有显示说可以解毒的啊？啊，有没有可以解毒的？没有。哇，这些都可以吃哎、欸！天啊！哎、欸，那家伙也快要被毒死了，非常好。要毒死，大家一起毒死，有没有？干什么东西？来啊，单挑啊 ！Oh my gosh！ 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打不开，打不开！赶紧被先造啊！哇，那只大野猪要怎么烤啊？实在是太危险了吧！哎、欸，大野猪死了。啊！被其他的外来物给弄死了，哇，好爽哦，狂捡哎、欸！有一些东西根本是可以不用去跟他战的，你知道吗？可以避免的、啊，哇，好爽哦！我知道怎么打、啊，嫩，哦。行欸，太棒了！好，我们现在有钥匙了，打开，看一下里面有什么。固定粉，恢复那些破破烂烂武器的牢靠性啊，拿走。酸果汁啊，这是什么？尼夫剂，它可以干嘛？哦，可以慢慢恢复健康，是不是？哎，储存。为什么会有储存的功能？哦，这是把它放进去。抱歉，别理我。我们看一下吃什么就好，吃这个好了。吃，只能这样子了。哦，有了，结束了，结束疼痛。哦，原来在这里啊，这边就有存档点了。野孩子的房子，我们到了。这是那个野孩子。诶、欸、这个是我们陆地上的人呢、欸。该不会这是我儿子吧 ?My son! 工作台。先存再说，二话不说。一言不合就存档。嘿，漂亮的吊坠，它看起来就像我的发光棒。它是否能像我的棍棒那样保护你免烟雾的侵害？不。他对过去很亮，什么东西？哦，他过去很亮，但自从我到这里后，他就坏了。啊，如果你不修好，他烟雾会最终会让你糊涂。哦，所以说我们要一直让他发亮，烟雾就不会一直靠近我们了，让我们的大脑清洗。哦，那个迷雾会迷惑我们这样子。逃离，逃离什么？当然是逃离熔炉，他们让我做清洁工、清扫工。当你被烟雾弄糊涂时，很难思考，所以你会照着命令行事。听着，我可以帮你修好那个吊坠，但我需要你帮忙。一只又大又老的豪猪弄坏了我的工作台，两个图腾杆，类似像是一个扛棒那种感觉。我们刚刚已经把那只大野猪打死了、啊。
要我去修复就对了，取决于受损的情况。哦，蜜蜂我也解决掉啦、啊。你可以希望在你离开之前，哦，制作气体炸弹，耶，他给我这个蓝图了，黑色粉末。如果你需要粉末来制作炸弹碾碎，只要碾碎萤火虫就可以了。啊、哦，斯巴拉西啊，那两个杆杆，我看见那两个杆杆了，两个杆杆。奇怪，我记得我们有很多黑色粉末，为什么我们现在黑色粉末瞬间没了呢？这是什么情形？没关系，反正要黑色粉末抓萤火虫嘛。我们先去看一下上面的好了。对，上面这个是我们之前在打那个野猪的部分嘛。这个蜂蜜也被我们解决掉了。是什么？看起来它需要一块木头来工作。下面木头，讲清楚啊！这样子我要怎么修？黑色粉末啊，对啊，我不知道怎么修啊。气体炸弹，一块木头。我想问一下，这里哪里有木头？嗯，露手了。好，我们这样子这个可以做一个了。啊，一次就算五个单位，不错哦。把它设成我的最爱。哇，这样就丢了。你看，靠近它的时候需要一块木头来这边工作。木头，木头。我来看看了，你要什么木头？哇，吃到坏掉了！猪皮，这个插入，原来是这样搞啊！哎，浪费我的时间，哈哈哈哈！啊，这个提示做的不是很明显啊，有点小麻烦，小麻烦，没关系，我们快要完成了，这边再插一只就好了。然后自己打开包包，这样子结束，激活完成，已激活。我们找那个毛小孩，他应该会送我一把钥匙，然后开旁边的箱子，有没有？我的工作台又开始工作了，谢谢。呜，哇，骨砍刀呢？我的最爱啊！这个我已经知道了，我们先来做一下好了。拿到这个蓝图，感觉屌啊！要工作台才能做，好哦。好，我们到了，哇！马上把它加入我的最爱，最爱。然后升级是用骨头升级，然后这个一样是可以做升级的动作嘛？然后这个是用，这个是用什么忘记了啊？用那个锦翅，几次，然后。猪猪的那个刺啊，然后呢，这个是用骨头啊，都不一样嘞。好，继续跟他说话。我们拿这个小刀，哦，感觉厉害。谢谢你修好了我的工作台，你想什么时候回来都可以。哦，我答应过要修好你的吊坠，不是吗？我已经给你一个工作台做奖励了。这样吧，如果你带一些糖果给我，还要糖果，哎，我们可以做，哎，呵呵。我们来做糖糖，刚好可以做 ，nice， 来吃糖果咯。什么？你弄来了酸果蜜饯？没人会再做它了，我能吃点吗？求你了 ，Y 键，等一下，这个是给他意思吗？哇，给我谢谢，好吃哦。你为什么这么好？没人对我这么好过。我希望我的寄养人是你，而不是那个老工艺大师。既然你对我这么好，帮你修理耶。你已经把他所有能量都耗尽了，但是他充电很容易。首先你要喝下这个，就是碾碎的灯笼银制成的。现在拿这个吊饰，然后集中注意力在他身上，好吗？怎么用啊？哦，下面那个灌注你刚刚喝的那个全部光能来作为充能。是这样子吗？
哦，变成这样子，那我就不用拿灯笼了，是不是？异教徒的靴子，哦，我在荒地上和我的手下发现了这个配方，但不知道什么用的，如何制作它。但是我是觉得有一天你可以用到，会发现的。好哦，只要你照到光槽，只要你的光槽里面还有光，你的吊饰就会自动驱散烟雾。你还可以通过按下 B， 利用光在战斗中主动防御自己。死吧啦蜥蜴！我来看一下。哦，哇，好浪费啊！超级浪费。但是我只要靠近这个光，我就会自动吸收。哎，好酷哦！我搬到这里的时候，发现房子和工作台，不过我把它们全部修好了。你知道你的吊饰不是太漂亮。如果你开始到迷茫、不知所措，就会这样。这将有助于解决那问题，这是我的自己的配方。哦，精神圣代，这个配方就是我们做了之后，我们可以直接吃，可以快速补充我们的这个光能量，这样子。啊，他要看毛绒玩具，毛绒玩具，暴击，能否把暴击给我？就让我暴一会儿好吗？如果你愿意，你可以拿走我的拼图立方图作为条件。我从我养父工艺大师那里偷来的，他真的很聪明，他可能知道你儿子在哪里。如果你把立方带回去，我想他会告诉你的。麻烦的地方在于我不知道你去哪可以找到他。啊，问一下采集者或者是苦差村，有一个修补匠，他无所不知。所以说我把我的泰迪拿给他了。哦，就拿这个要去一个村庄问人就对了。哦，吃一吃被冰冻了吗？也不是不行啊，可以吃就是可以吃。好吧，那接下来这个我不知道怎么打开啊，之后再想办法吧，好不好？然后这里不能充能。所以说，并不是所有的绿光都能充人就对了，好吧？好吧，我们今天差不多先玩到这里结束。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这个系列哦。老头是玩的还蛮不亦乐乎的 啊，有剧情啊，玩起来就是不太一样啊。啊，当然玩法真的跟 BIO 超级像的，好不好？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呢，啊，记得就是把影片分享出去，然后左下角一个喜欢，右下角一个订阅啊，或者在下方留言。感谢你们收看，我们下一集再继续我们的烟雾与牺牲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